咧，其實即將咧就會喺我哋 IKEA 嗰度咧開始發售。我叫黃碧滔，今年八歲，我喜歡畫畫，我贏了比賽很開心。遊戲是對他們成長發展是很有幫助的，那我對 IKEA 這個繪畫比賽一定 會支持，因為它是可以幫助一些小朋友